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对呀，晚上好。对呀，很突然吗？突然吗？突然，对，确实。但是我一直就很突然。这是在哪？这是在中心，中心，朋友们，晚上好。太突然了，但是你们都出现了呀，对吧？再突然也没有关系。谢谢塔夫队的巧克力，晚上好。放个什么歌呢？还没卸妆，对呀，三更半夜，三更半夜，跳舞不用停歇。对啊，大家都不睡的，真的好神奇哦！我还准备说，拿个大家都要睡觉的借口，然后就准备溜掉了。但是其实我坐了一会儿，就很犹豫嘛，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睡。谢谢东京第一图吹的奶茶，谢谢思念妹妹的15个红包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没有网。等一下啊，放个歌听。明天不就是放假结束了嘛？怎么大家都不睡觉？谢谢矿泉水来一瓶的水仙花。哦，我现在说话其实有点听不太清楚。对，也不是，就是，我们是8点多的飞机，然后1点钟才到中心。对，因为哇塞，就是排队的人，排队坐车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我看到那一条长龙，然后前面的人都在举着手机在那拍照，就是拍人这么多，搭计程车的人这么多。回来之后，然后就在坐了一会儿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在犹豫。吃点东西，这么晚还吃东西晕倒，但是没有吃什么，吃了2个坚果。我现在说话还是有点听不太清楚，因为坐飞机有一点耳朵不舒服。放个什么听呢？晚上好。你休假还早，很多人明天还不上班。对啊，都春节返程了。对，各位发视频了，我看到了呀。又发新的了，谢谢锦上巧克力，谢谢浪里的玫瑰花，谢谢编号筒，编号 QAQ 的筒的灯笼，谢谢浪里的玫瑰花，谢谢编号 QAQ 的筒的年年有余，谢谢编号筒 QAQ 的，哎，我怎么老喜欢说反，谢谢编号 QAQ 的筒的什么红包，谢谢风夕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谢谢神经漫游者的巧克力，谢谢编号 QQ 同的16个巧克力。哎呀，我最近老嘴瓢啦，真的是，而且，哎，但是真的很神奇，我感觉我居然还不困，我以为我会很困来着，但现在居然还不困，该睡了。日常嘴瓢，哎呀，谢谢吃肉妈的年年有余，谢谢神经漫游者巧克力。听个落日飞车吧，这是落日飞车吗？谢谢无尘剑上的夜蝶。今天刚回来，就因为前几天。不是也想着就是都化妆嘛，然后也想着说给大家直个播，然后结果怎么样呢？
就回去的太晚，有的时候就去的太远，然后回去的话就很晚了，然后想着说一天就是走那么多路就很累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第二天还要早起，就没有给大家直播。谢谢神经漫游者玫瑰花，都懂，能理解，没事玩的开心就好。什么在家懒？所以因为前几天主要是我想着说最后一场公演的时候哇没有直播，然后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愧疚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大概是最后一天化妆了，可能之后两天不会化妆，所以说趁着今天化妆了然后就来直播一下。虽然这个妆他已经化了10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12个小时也已经过去了，多少个小时呢？我也没有算。谢谢小叶的水仙花，多直播。好，谢谢 Ricky 的烟花。不是，哎，也是。还有这么多人在，我就放心。我还在想，前几天好像大家都没有怎么在房间里说话，然后我呢？就也很纠结你知道吗，就不知道哎我说不说话呢。谢谢我爱汪汪汪汪爱我的三个红包。对，下次化妆很有可能就是21号的事情了，但是应该也没有隔几天了，就很快呀。有没有我们今天去冲浪了你知道吗？哇，就是整个这个假期去玩的这一段假期里面为一个玩的项目，很好玩。不开心要上班了啊，我开心呀。怎么不爱工作呢？为什么不爱上班？上班多好呀，就跟小时候大家都说啊，不想上学，为什么不想上学？上学多好呀，上学还有那么多小伙伴跟你玩，对吧？肿了，哦，我可能有一点吧。谢谢漫天飞雨的红包。冲浪是有水的那个冲浪吗？当然了，不然是哪个冲浪？被浪冲走的青青，没有，把照片补上。对啊，就是前几天，哇塞，都憋着照片都不敢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回来之后，哎，可以发照片了，可以发绿洲了。但是呢，可能。就是拍的很多都是风景的照片，就能用的照片不多。冲浪还这么白哦，我给你们看我的手你看，哎，现在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就是能够看到吧，就我的手这手背上面明显就很红，你看手臂就不红，就不是一个颜色，就是因为我去冲浪的时候穿的是长袖嘛，然后可能就没有晒到胳膊，但是晒到了手，我的手就晒红了。对，上午在旅馆里冲了一天了，没有，我说冲水的，有水的那个冲浪了。这么晚播到啥时候？播到3点。正月17，今天正月几号？哇。上学时光很快了，上学要早起啊，你上班不早起吗？上班也要早起啊，兄弟。晚上好，你是去哪里冲浪？体力极限了。没有，你可以先睡觉了，然后下回赶早。不过你今天是吧，来都来了，对吧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看下去。如果哎，明天上不上班来着？体力到极限了。体力算什么？你看视频又不需要体力，对吧？你看视频只需要你的眼睛。对，暴晒了，其实也还好哎，我觉得。没涂防晒霜，我擦防晒霜只擦胳膊，就是并不会去擦手啊，然后脖子啊什么的地方都不会擦。
谢谢塞纳河的猫瓣线的玫瑰花，还需要打字？哦，也是哦。明天不上班，上班哪有心情？嗯，上班也很重要，亲亲也很重要，上班也很重要，四个小时，啊，那也真的太辛苦了。小时六点就要走，对啊，那可惜了。谢谢狗寄托饼的烟花，来到法国，哎呀，亲亲。除了冲浪还玩其他没有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其实我对那些项目没有特别大的兴趣，而且就是哦，刚才是有人就是问去哪冲浪嘛？嗯，是去那个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是去三亚了。然后去三亚，然后有他很多项目都是水上的项目嘛，就什么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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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潜水呀、啊、什么、我忘了。谢谢寂寞达人的五个灯笼，就很多都是有与水有关，然后我们又没有带泳衣去，然后我也并不是嗯，就像我这种保守的人对吧，就没有玩。然后最后一天了，都说最后一天了，我们干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去冲浪吧。然后就想了一个项目，既然来都来了对吧，还是要玩个什么，就选择了冲浪。其实在昨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去吃饭嘛，然后吃饭的那个就是酒店旁边看到有人在玩滑翔伞，哇塞，我就觉得好心动啊，居然这里有滑翔伞，赶紧看了一下大众点评，然后就那里的价格真的好便宜啊。我之前就是不知道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有搜过就是滑翔伞的价格嘛，大概要3000多左右，我没有去。然后在三亚的话看了一下价格，就只要800多，反正就差不多1000以内吧。然后觉得哇好便宜，好想去。然后就看了一下，哦，只有几家，就是不多嘛，店家并不多，然后就给有的店打电话，然后他有的说啊，他有一家根本就没有接我电话，哇，生意太火爆了可能。然后还有的就在休息当中，因为也是春节期间嘛，反正就没有预约上，然后就选择了冲浪，可怕，气质超硬，名字好记呀，一千一类。都不怎么下水，对啊，都不下水。什么提议？没有提议。刺激啊？不刺激啊。嗯，对，太差了，太差了。哇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很保密我们去哪里这件事情，然后包括我前几天好像就是说漏嘴了，就是那个什么计程车师傅嘛，然后就说啊，你们是本地人吗？什么巴拉巴拉的。然后我没有过脑子就直接发出去，哦，就哦赶紧撤回。我就想啊，什么情况，完蛋了，我怎么会这样，我怎么没有过脑子，我为什么暴露了，然后就是懊恼不已。然后今天才发现啊，已经暴露出去了，然后我还这么神神秘秘的保密，哎，真的是居然把我们暴露的太差了，哎。跳伞不敢跳伞，但是我很想玩滑翔伞，就是我以前在很久以前吧，就是做过一个梦，那个梦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是我只记得就是我做了一个滑翔伞，然后它是那种像风筝一样，不是像风筝，就是是那种三角形的纸飞机那种，就从山顶上飞走。但是我那个梦里面好像是飞过了整个城市还怎么样，反正就是那个梦让我对滑翔伞很期待，然后之前好像还列入过什么年度要做的事情的清单当中。去的欢乐谷，为什么去欢乐谷？去欢乐谷为什么说我觉得我们去欢乐谷穿短袖有点猜到去哪里，哎，没有办法瞒过你们粉丝都太聪明了，怎么办呢？泰国也玩过滑翔伞，我好想去泰国，真的，哇塞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妹子就是他们去泰国的时候，我对泰国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
我觉得你们去就去呗，我也不想去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恰好也没有时间嘛，好像是国庆还是五一的时候，好像是五一的时候他们去玩，然后我就没有去。但是我这一次去三亚之后，就好想去泰国，因为我觉得三亚跟泰国很像哎，但是感觉泰国玩的会更多，而且泰国还有那种泰式按摩呀，还有很多别的很好玩的东西，我觉得。海啸是什么？有找水是问攻略吗？没有哎，我的攻略就是大众点评。好的，困了就溜吧。散粉，公路收费站，去游乐场，长高，不是在长高哦，长高是之前做梦在飞机，那真的是跳伞，就坐在飞机上掉下来，这一发，对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去说他们就是在泰国玩那种水上的项目都很便宜。对啊，回上海了。深夜修仙，对啊，你们不也深夜修仙吗？对，我觉得就是泰国玩的会更多，像主要是我都是看的大众点评嘛，然后去的也就是各种海边，对，然后吃的就是清补凉，然后海南鸡饭，然后就是椰子鸡。还有海鲜，对，就基本上就是海鲜，然后跟，对，感觉去泰国玩的会更多。清补凉很好吃，对，清补凉就是可能我是因为比较喜欢吃甜品吧，所以觉得清补凉是就是三亚当地的美食当中我最喜欢的吃的，但是。它就很像鲜芋仙那种，就是加了各种料，什么芋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小圆子，加一点奶什么的。突然直播不讲武德，没有啊，我都说了，我说看情况直播，看情况直播，那就是一半一半，50%直播，50%不直播。老粉丝有什么想问的？问啥？玩得好开心，玩得很开心，还不错。因为我觉得，哇，这个安排真的很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哎，算了，之后再说。芒果肠粉没有吃，哎，没有吃，没有吃，但是有看到好像。泰式按摩冬人妖瘦冬阴功汤，对，我觉得会好吃的会更多。冬阴功汤，你说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鲍螺粉还是什么的，就是看起来，Coco 一点了一份，然后我就我，我说你说了，我说很像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不想，我说了不知道它能不能吃，吃得下去，他说让我说，然后我说我觉得很像那种，我不知道泔水是。泔水，哎，反正我就说的是像泔水，但是他说像冬阴功汤，我也觉得很像冬阴功汤。他是在大众点评上面，就是别人说像冬阴功汤，我也觉得很像。去沙滩了吗？当然去沙滩，去滑，差点说成滑雪，去冲浪，怎么会不去沙滩呀？没有怎么定行程哎，就基本上都是。就是我会在大众点评上看有哪些好玩的地方这样子，但是没有很严谨的那种计划。有去免税店呀，就是我本来没有去免税店的，哎，没有去免税店，就是在机场看了一下，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发朋友圈去玩嘛，然后就有妹子跟我。发微信说啊，帮忙带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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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，然后我说我没有什么要买的，我可能不会去，然后他就说去机场的时候帮他看，顺便看一眼，然后我就去机场的时候，
哇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他要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俩在那个机场狂奔，这样他赶不上。真的，我第一次就是在机场广播有念我的名字，何阳青青怎么怎么怎么样，救命呀，社死了都，代购让人上头，没有。有没有很惊吓？那倒也没有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羡慕啊！我觉得我都还比较说走就走，因为我是那种不会提前去说什么的人，就是我如果有什么想法，可能就是可能会想了很久，但是一直不说，然后到合适的点了就直接去做了，这样子。你看我直播也是啊，就是很随性的那种，就是。你们都不知道我要直播的那种，仿佛有人在 call 我，那倒没有，一片大闪啊，那不可能，真的是好害怕呀，我都，哎，应该没有，没有这样子的，塞呢，可还好，喜欢这样的游玩方式，对，因为就是定计划会很累嘛，就是会感觉像在赶行程一样，就是。比上班更累、更辛苦，就是会提前，但是也会提前做攻略了。我会看一些，就是微博上啊、大众点评上，就是各种 APP 上面别人玩的旅游攻略，然后就是看有哪些地方好玩的，对，然后就是再选择去哪儿。我一开始想做南国，对，回中心了。从来不跟团啊，我也从来没有跟过团。我们去冲浪嘛，哎，是不是毫无睡意？那倒也没有，本来很困的，然后准备在。计程车上睡，然后没有睡着，然后准备在飞机上睡，也没有睡着。哇，我这个人太挑环境了，不是太挑环境，就是有声音、有光我都睡不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主要是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儿不想动了，你知道吧？坐在那儿不想动，我在想说，哎，那我坐在那儿不想动，我又还没有卸妆，怎么为什么不来直播呢？而且我有说，就是有可能会直播的意思，然后我就来直播啦。而且就是想到真的是上最后一场新春公演的时候没有直播，好像因为那次这太晚了，然后就没有直播，所以觉得确实好像直播有点少。晚上好，早上好，熬夜冠军，真的吗？我是熬夜冠军，呜呼，鼓掌。哪怕有哪怕什么呀？没说晚安就是要直播，那也不一定哦。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说晚安，因为我睡得太晚了，就没有在合适的点跟你们说晚安的话，我就不会再说晚安了，因为就会暴露我晚睡到几点。所以我就觉得不能让你们觉得有担心这样子。谢谢派什么抓什么吧夜蝶。战术晚安也没有，我有的时候说晚安，真的就是说完晚安之后就关掉手机，放下手机入睡。都懂，什么都懂。照片也有，视频的话有拍视频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拼成一个 vlog，因为，哎，我觉得我 vlog 都拍的没有什么劲。没电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什么？我刚才都没有看到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还有20%电。最后一个直播小时，哦，真不错，熬夜冠军，熬夜冠军又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很厉害的吗？能撑到3点吗？你说20%的电啊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。
3点钟，我把我的充电宝拿去充电了，在开直播之前，但愿它有充上一点电，然后在我快要没电的时候能够充上，还可以让我把这个直播播完。精神可真好，真的吗？不怕多，我可能撑到，我可以能撑到不睡觉是吗？可以获得大家还没送完的礼物，真的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在座都不相信你早睡，没有，我真的有早睡的，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区分，就是我是说完晚安就直接入睡，戴上眼罩直接入睡，还是说完晚安之后还在玩。谢谢神经漫游者的巧克力，谢谢无尘线上的财如流毛，越熬越精神。没有啊，主要是有你们在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们可能如果我开个直播人很少，然后也没有人跟我聊天的话，我就会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精神啊。虽然我现在确实精神好像也还可以，对，好像这两者之间啊也有联系，真的有联系的。4点左右。哦，不会，我你知道吗？我在准备开直播之前，我已经做好了今晚要通宵的准备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我晚睡是怎么练成的？就是因为晚场公演，你回中心都已经11、12点了，然后再直个播播到1、2点。然后再洗漱、洗澡、洗衣服，哇，就差不多3点多吧，差不多这个样子，3、4点了，自然而然生物钟就有颠倒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每次调整好作息之后，哎，一个晚场又给我打回原形，对，过点就不困。小看我在干作业，哇，我说晚安是不会相信的。谢谢 W 贱货的红包，谢谢编号 QAQ 的铜的十个巧克力。啊，不，不会，真的吗？不，我的口头禅是噗噗和晕倒了，最开始是噗，然后后来是晕倒了。谢谢格力葱油饼的红包，基本上都是晚场。对啊，好，你睡吧，你睡吧，晚半夜好，半夜好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一起看日出，哇哦，看日出，我倒是蛮想看日出，但是我又觉得，哎，好像看日出，看似好像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，但是作为我一个直男来说，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，而且，就是你之前上学的时候，去。上学就看着太阳升起来呀，那个日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对吧？谢谢把这玩意儿成绿的灯笼，句句都是夜帽子，多晚都会有人。哦，是吗？那不一定，那可不一定，自己泥塑自己啊？怎么就泥塑自己了？我晕倒。日出也挑地方，海边看日出很浪漫。直男会陪小姑娘一起看日出。那也要看情况吧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干作熬夜干作业吗？不是啊，就去上学。我有的时候真的哇，我有一次记忆力好深，就是我记错了上学的时间。我还在想，哎，为什么老师说那么早要去上学？然后我就真的天还没亮，我就背着书包我就去上学，然后哇。真的路上都没有人，只有路灯陪着我，然后到了学校发现，哎，居然还有人，还有别的同学也是那么早去，我就真的很震惊。因为之后我都是基本上压点到，都是在算好时间。对，看日出不是去吃好吃的？对啊，吃好吃的，干饭人最什么最要紧？真是人啊，你别说这种话好吗？害怕，当然是人啦。哇，你自己看见自己看日出吗？干过类似的事情？
只要我不能睡啊，只要我不睡觉，我就能等到欣喜。很拼很拼，给你竖大拇指，很拼。女生的笑容上有希望的味道，哇哦，我就脑海里面有画面了，很电影的感觉。哪个小姑娘？什么好朋友？对呀，对呀。有次放学了才到学校，哦不，有一次，哇，我有一次好像睡过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要不我干脆今天别去了，反正都已经迟到了。我只记得我有这个心情哎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，可能也是在做梦。睡过头反而不着急去学校，对啊，反正就已经迟到了。谢谢炙热的 bug 的红包。以前也这样，这个请假多好，除了班主任也没有这样子。对，那也不一定吧。地平线，但是有看日落耶。哎，没滑到。哎，没滑到。谢谢 S 流贤的红包。头疼，怎么去？最离谱的请假理由，我不记得了，我很少请假呀。我基本上不怎么请假。哦，你一说让我想到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在北巴的时候，然后我跟妹子出去玩，然后我就要写请假条嘛。然后我跟姐姐说啊，那我请假理由写什么呢？她说你要干嘛就写干嘛呗。我说我要出去玩，她说那你就写出去玩啊。然后我就真的写了出去玩，居然给我批准了。哦，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啊，我觉得好神奇啊。日出日落，为了你要头疼。和妹子出去玩，对，真的，我就这么写的，我真的很震惊，很实在。对，圣诞节晚饭没让我，真的，你妈妈对你也太好了，为了让你吃圣诞节的晚饭。工作单位和学校的区别吧，老上跟啊，这请假都是家里红白事，那要看是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是真实的就还好，如果不真实，你编造这种红白事的话，我觉得非常不 OK。诚实的人有糖吃，对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很乖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也不请假。因为就一年到头，然后我每次要出去玩，就跟他们出去玩一次。然后但是，啊，真的就只跟他们玩过，哎，一两次吧。真的之后，现在好像淡淡的没有了联系。我感觉我们的群都没有怎么说话了。请假这个好敷衍，怎么敷衍了？我想我上学这么写就。老师骂了，老师肯定要骂呀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姐姐人很好吧。红晒啊，为什么要缺一个一呼百应的人？什么缺一个一呼百应的人？当然不怎么。买淘宝的假条，知道了吗？什么假条？请病假。我不会耶，真的很诚实，就是我不会生病，我也不会请假。不，为了不参与检查，真的检查出了，我晕，那里厉害。模仿放松下去，
啊，我觉得很不好，因为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老是对不上，你知道吧？就只有那次请假，就是为了去迎合他们的时间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玩。抛下我自己一个人，因为我没回家。对呀，对呀。看以前的乖乖好是，当然了，一直是呀。好可爱，找医生买。对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不是以前，就是老是有人问我说啊，多少号多少号公演你在不在啊？多少号多少号公演你在不在？啊，我就有一点点的不想回，你知道吗？不想翻牌，不想回应，因为。我说过超多遍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在的，我不会生病，也不会请假的，没有什么特殊原因，我都是在的。对，除了跟妹子出去玩是会请假的，但是估计去年他们，哎，去年他们没有出去玩，前年他们出去玩，我没去，两年就没跟他们一起玩了。等到我的直播，对呀，和团里的妹子多玩玩。和团里的妹子可是一直都很，就是在团里也是和团里的妹子一起啊。可是那你自己的妹子就没有办法呢。你说的口干舌燥，我要去喝口水了，兄弟们，我嗓子好像有点哑了。就是你自己的妹子就没有时间可以一起去玩了，没有办法联络了。像我这种又不爱跟人家聊天的人，对吧？像我聊天，我找人都是直接去敲门的，直接去找人，而不是去给他发消息啊、打电话啊什么的，都不喜欢这种。我也是个妹子，突然好羡慕，什么好羡慕？除了和妹子出去玩，对啊，就除了和妹子出去玩，我基本上都不会请假。但是我很期待，就是有红事啊。喜欢面对面，对啊，就我很期待红事，因为之前过年的时候嘛，然后给我奶奶打电话，然后她还说，然后我舅舅怎么怎么样，啊，有女朋友了，怎么怎么样，说快要结婚了，你看她就瞎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我那个舅舅，然后发微信，我说你听说你要结婚了，然后我舅舅说，啊，你听谁说的？我说听我奶奶说的，他说没有，没有的事。然后我说你结婚的时候要告诉我哟，我要去吃喜宴。哦，我之前还不跟你们说，我特别想吃喜宴来着，想吃流水席。我觉得除了这种，就是可能亲戚朋友结婚的时候，我可能请一下假，基本上都不会请假的。不是亲戚，妹子不是亲戚。对。伴娘做，哎呀，我要去喝口水啦！你们等一下我，嗓子干了。直接负债，
奶娃娃。不是，这不是周杰伦的歌呀，你听声音听不出来这是不是周杰伦的声音，真的是哈。我刚才要说什么哦，你们居然都不好奇我背后是门类，你们都不好奇我是在哪直播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，我怎么感觉我嗓是因为我耳朵听不清楚的原因吗？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嗓子是哑的，你们觉得我嗓子是哑的吗？嗓子是正常吗？是不是我耳朵出现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我声音有问题。是中心呀，我在门口直播，因为我本来准备在里面直播，但是我刚回来你知道吧，就是我桌子上都是吃的，然后床上也有衣服，然后我觉得啊，我不想收拾，不想动了，我刚回来就坐在那儿不想动了，要不就来门口直播吧。走廊不冷呀，我开了空调，但是我们空调好像还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不介意。厕所门口，这个门是厕所，这个门是房间门，两个门在一起。对，中心应该，中心还没有几个小偶像，对，感觉大部分人还没有回来。不是感冒引起的耳鸣，感冒为什么会引起耳鸣？很乱的样子，不是，怎么就常态了？我们房间还是很整洁，也不算特别整洁，反正就是很正常、很干净。阿姨都会这么说，阿姨每次来我们房间啊，这是谁谁的房间啊，就还很干净什么什么的，不乱的好吗？是因为我东西。都乱摆着，现在睡觉，不想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。我知道我是口袋里唯一直播的小偶像呀，谢谢猫的烟花。谁什么时候回中心啊？过了这两天上海就20多度了。对，哇塞，我们去哪儿玩呢？本来是准备在上海玩的，就地玩的，然后结果说不用做核酸检测啦，然后看了一下机票，呜呼呼，感觉也不是很贵，也不贵，然后就去了，就去一个温暖的地方过过夏。哎呀，又卡了，你们说的又没看到，反正我现在只有10%的电了，完了我觉得有点撑不到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再撑一撑，撑到4%的时候，我去充充电宝。来回多少钱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啊，我们去的时候很便宜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很贵。也不是很贵吧，应该差不多正常价，我不知道正常价是多少。反正对于我坐，怎么说呢，对于我坐那个回家的机票来说是差不多算正常价，还要便宜一点。什么小富婆，我不是小富婆。播到没电，播到没电，那我关机了呀。我没有播到没电，现在已经没电了。春节档的酒店会贵吗？我感觉会贵，怎么说呢，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节假日，像这种旅游行业节假日应该都会贵。正好3点。对，行行，困了就睡，饿就吃。
对，酒店真的，一天一个价，就是昨天看是一个价，明天看，哦，又是一个价，跟机票是一样的，机票也是，啊，昨天看是一个价，明天看，哎，又涨价了，然后我们就赶紧买了，过了一个晚上就涨了几百块钱。通宵吗？你说直播通宵吗？还是我自己通宵呀？还是什么意思呀？直播不可能通宵的，我感觉我的嗓子都飞不到那个时候。我还瘦了，刚才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肿了？我吃了好多吃的，哇塞，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天吃外面吃。但是说到这个，我就想到，对，订酒店机票不能犹豫。开直播不一定看我困不困，我觉得还是很困的。看我洗完澡几点了，我还要洗头。哇，你知道我去那个冲浪，就是掉到海里面，海里面之后，就是感觉梳头发都有点打结，就是它海水里面可能有盐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太阳一晒。就感觉很涩，口音变了，哪有口音？没有口音，方便面，哎呦，别通宵，嗯，不会通宵的，应该不会的。尽量别通宵。不会通宵啊，我只会熬夜，我没有办法一个晚上都不睡觉，撑到第二天，再到第二天的晚上再睡觉，那我已经老了，我搞不来了，掉到海里都不用买盐了。对，然后我还说，就是我掉到海里面，我特别害怕，我跳第一遍的时候。教练就是在教练的时候会在岸上先教学嘛，我教学的时候我学的可快了，咻咻，第一个站起来，然后教练说一，然后我就站起来了，我就一套一套流程都走完了，你知道吧？教练说我都懵了，就是第一遍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第二遍我有掉下去，呛水了。啊，没有呛水，第二遍沉下去了，哎，没有沉下去，因为它就在岸边边上嘛，就很浅，很浅，然后掉下去了。我不会游泳，你知道吧？我掉下去我就很害怕，然后他教练过来拉我，然后眼睛都睁不开，我在想完了完了要凿要凿，结果还好。然后他回来了之后，他跟我说。说什么？他说这很浅的，说啊，站起来就好啦。然后说什么？说要在那个海里面要竖着站，竖着站，把自己支撑起来，两只腿一直蹲着，他是站不起来的。死亡边缘，那倒没有。就是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很害怕我会溺水，因为我下去之后我扑了一下，然后我还没有起来，就把我拉起来了。怕水嘛，我不怕水，但是很咸，我有尝到那个味道。对，很咸很咸，但是。教练就是在教我们的时候，在岸上教我们的时候，他说你掉下水之后，一定要就是把嘴巴闭紧，就是要鼓住，不能让海水进到嘴巴里面。他说有很多人就是去学冲浪，然后掉到水里面，然后喝了一口水就觉得啊，就说啊不想冲浪，要回去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就跟我们说要鼓气。我没有喝进，
但是没有喝进的话，它耳朵里面和鼻子里面会进去。我还在担心，如果戴隐形眼镜的话要不要紧？然后那个店家说的是没事，然后去了我发现确实没事，因为你下雪就是掉到水里面，你会自己就把眼睛闭紧，捂住变成河豚。对，我没有喝进海水，但是我有尝到味道。没有不敢玩了。我有站起来，然后不是第一遍啊，第一遍我忘记了，第二遍就呛水了嘛，不是呛水，就是掉到海里面。第三遍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，哦，感觉很不错。但是，哎，我们没有玩多久，因为要赶飞机，因为是今天去的嘛。赶飞机最后一天的时候啊，说干嘛呢？我们去冲浪吧，啊，我们就去冲浪。然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冲浪，哎，冲浪怎么来着？我不记得我要说什么了。对，我觉得干饭人出去玩就是重点是要干饭，但是都吃过了，就是他当地的那些美食都吃遍了，应该吧，就是那几样有名的。谢谢拍戏，我们说什么吧？财如牛毛。我也不记得我要说什么了耶。我说冲浪怎么来着？谢谢浪里的玫瑰花，两个玫瑰花。店家，出来赶飞机。哎，不对，店家我已经说过了。算了，不重要，想不起来了。我晕倒，你看我真的是，我很怕我得老年痴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感觉自己说个什么都会忘记。眼镜永远留在了海蓝的沙滩，你可以现在去找找，再去挖一挖，或许能够找到呢。还不睡吗？不睡。哦，好奇怪，我现在觉得我头顶上的灯变得更亮了，比刚才更亮，有没有？好神奇啊，好奇怪呀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是因为我眼睛出现了幻觉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灯更亮了？鱼的记忆，多用一用呢。用电的人变少。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。哇，我想起来，大家想想。想起来要说什么了，就是我们在那里玩了，就是因为要赶飞机嘛，然后就没有玩多久，我们就直接走了。然后走的时候，那个在岸边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阿姨，然后她还跟我们说，啊，他说你们这就走了呀？然后我们说我们要赶飞机，她还说，什么好可，反正就是很类似于很可惜之类的话。然后还说我们俩长得很好看之类的，哎，我不记得他当时是说的具体是什么了，但是是这个意思，然后我还问他有没有帮我们拍视频，他说你没有帮我说，因为我看到他一直在岸边拍视频，他可能在拍他自己的家人吧，因为他们是一起去的，对，总之我们去了。不算多久，但是啊，不对，不是但是，我们去了没有多久，只是学会了在冲浪板上站起来，没有学会自己冲浪，因为我们都是在教练的帮助下完成的。好看就行，说不定他自拍，没有，我感觉都是当，怎么说，他是一家人，我感觉都是一家五口人，不知道是五口人。四口人这样子，一家人去玩的。阿姨有眼光，打个响指。更黑了，觉得我更黑了。斑点，我知道呀。
躲一躲呀。很想就是自己学会怎么上板，因为我感觉没有教练的辅助自己上板的话它是会歪的，然后你就板都还没上上去你自己就掉下去了。电量还有五，电量还有5%，我去充个电，我去拿个充电宝。不知道够不够耶，当然不是站着播的啦，你都没看到开关在这里，我站着只有开关这么高吗？没有越播越播越精神。微信，哎呦，我没有提示音。干嘛呀？你们都看看眼睛。不是合群？怎么就磕到了？怎么就磕到了？为了队形，那为什么会有队形呢？看我的头发，看我头发，几天不见。长成这样了，过来去去现在好奇，有点麻是什么意思？为啥？对，感觉很厚，因为都长出来了。
弟们，兄弟们，嘿，兄弟啊，我要最后给你们放一首歌，是这个视频最开始的时候说的，要放那个什么三天三夜。我应该最开始的时候放三天三夜的，我都要结束了，我放三天三夜干嘛？兄弟呀，怎么唱呀？这个，给你们放三天三夜，然后我就溜，这不是很？这首歌好长哦，6分钟，嗨起来！嗨起来，然后你们嗨，我就去卸妆了。这是现场的版本耶，高音哥，高音哥是谁啊？我的充电宝也没电了，兄弟们，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没电了，然后我是在直播前放去充电的。感觉很不道德，给你们放了三天三夜，然后就溜，充个寂寞。不，那是有充的，我刚才是5%的电，现在是12%的电，放完就溜。因为这里没有充电器，没有充电，还好。三天三夜就是就能直接公演了，我晕倒，哎呦！谢谢漫天飞雨的玫瑰花，不通宵，不通宵。三天三夜三更半夜，叭叭叭叭叭叭嘞，叭叭叭嘞。对啊，快公演了，你们期待吗？你们是不是还在放假当中，还是说已经上班了？睡醒开始准备公演，这个点居然在，对呀。没电了，机械之门王朗嘲笑我的年年有余，机械之门王朗嘲笑我的红包，小水仙花，我灯笼，昨天是虚的电，根本就没充上。Hello， 刘贤，你居然没有睡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三更半夜，啵啵啵啵啵啵嘞！谢谢果子葱饼的年年有余。对啊，我真的三更半夜，现在半夜三点钟。想一想，哦 ，Oh my god， 什么想我想的睡不着？好家伙，王瑞琪，天哪，我这你们。
怎么都突然来了？要不来连个麦？谢谢体重。谢谢体重反弹的王阿南的红包。热闹热闹，对，这么晚大家都不睡，谢谢 UBW 的年年有余，谢谢看的圆跑船。我三更半夜都放完了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秃头少女在线对话，看了多久的直播？什么多久的直播？能不能凑一桌麻将？能够，能，只要想凑，没有凑不齐的。把打电话叫人起来打麻将。又难忘今宵了，一曲作罢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我要挂了。三缺一，拜拜。什么？三更是12点，他要笑了。对，谁说三更就是3点半？拜拜，刘贤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算了，拜拜，我关掉了，拜拜。